陈的老师好，各位学长、各位家人们，大家好。我们今天的那个《论语》讲要学习研讨会啊，现在就要开始了。非常感恩跟大家相聚一堂，一起学习。那我们请大众起立，让我们以至诚、恭敬、虔诚的心，向大臣先师孔老夫子行三鞠躬礼，一鞠躬。起立，再鞠躬，三鞠躬，起，向尊敬的李炳南老师行鞠躬礼，一鞠躬，起，再鞠躬。起，三鞠躬，起，恭请陈德老师上座授课。我们向陈德老师行鞠躬礼，一鞠躬，起，大家好，谢谢，请大家就坐。感恩陈德老师慈悲授课，有请陈德老师，谢谢。谢谢李老师，诸位传统文化的同道大家吉祥，我们。透过《论语》的这些金句通过经典的金句，我们来感受圣贤老祖宗教导我们学习应该先建立哪一些观念和心态？我们首先谈到的是随顺圣贤老祖宗教诲，不随顺自己，烦恼习气。我们都知道，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而且这个盛狂之分在一念之间。所以什么时候有进退一个念头，正了就进了，邪了，偏了，就退了。所以不能随顺烦恼习气克念作圣不然一退，有时候兵败如山倒所以宁肯碎骨粉身，终不忘失正念。这是一个修身的人一定要达到的一个决心那这个就是。第二点真干呢，老实、听话、真干，这是历朝历代道德学问有成就的人，他共同具备的特质，老实、听话、真干，我们都透过一些。祖师的教诲来体会这六个字那这个讲义大家也可以多重复来熏习。第三呢是真诚恭敬，一分诚敬
得一分利益，十分沉静得十分利益。这个沉静呢，也不是挂在口上说哦，我很恭敬，也不是很激动啊，也曾经啊遇到啊修学的同道，他说啊流着眼泪啊，我常常呢啊梦到师长老人家。常常梦到不能形成执着，不能见人就说我也见过一个朋友见到我就拿着一些瑞像给我看了，哇，你看我们办完班呢，你看外面太阳外面的天象甚至还遇过拿着他跟师长的照片呢到处送人，结果送我一张，我也不知道是收还是不收。所以这个修学啊，有时候已经不是善恶的问题了，是有执着啊，自己看不到，所以这个我们修学传统文化重实质啊，不能重在外表上。所以实质是什么呢？实质的真诚恭敬叫依教奉行。那依教奉行也不是自己觉得我很依教奉行，因为真正自己依教奉行依报随着正报转，看自己的身心烦恼有没有减少这个都是勘验的，这个自我勘验在修学的路上非常重要。师父领进门呢，修行靠个人，但勘验也不简单。第一个得知道自己心念偏在哪，习气在哪，不然我们上一次提到的圣学圣教呢是内学，孔子感叹了已矣乎吾，吾未见人见其过而内自讼则也。他看不到自己有问题了。习气使然，浑然不知啊。那这个怎么办呢？弟子规说的，闻欲恐，闻过心。质量是见相亲呢，真能接受别人的提醒，因为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呢。那谈到这里，有理有事当局者迷旁观者清是个道理。具体呢，我们的父母家人
跟我们相处的时间最长。他们是旁观者，也对我们很熟悉，应该是比较知道我们的问题点。哎，我们有没有去问过父母？哎，我们身上坏的习性啊，什么比较严重？其实首先就可以回想回想，父母在我们成长过程一直在叮咛我们要改的，不说别的，熬夜的习惯，父母为其疾之忧啊，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父母呼，应勿缓。所以古代读书人，他懂一些中医呀。他首先是要会照顾父母。连风水也要懂一点，为什么？他要安葬父母，所以古人因为有这份孝心，他很多能力都会主动去学习。所以真格有孝心，我们很多潜能会开发出来。这个是可以回想啊，父母叮咛我最多的问题在哪？我有真去改它吗？改这些坏习惯呢，就是格物的功夫啊。我们儒家两纲八目，两纲明明德清明。明德底下格物致知，诚意正心，这内圣的功夫了。接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个是清明了。前面四个目是明明德，后面四个目是清明，修齐治平。这个次第不能乱，乱了自己修学就没有基础。而且看起来好像接触不少大众，甚至带领团队，但是会表错法，没有前面的基础。可能自己做事也会随顺烦恼习气，那人家一看，怎么学那么久，还这么做人做事，影响大众的信心，虽然我们的初心呢是要利益大众，但是因为没有遵循经典的次第，表的法就造成流弊了。所以我们还是要随顺经典的次第，不能随顺自己的意识。所以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人他依循经典去做，这样才能把传统文化，把道统弘扬出去。而我们知道经典都是圣贤人，他入了境界，从他的性德
流出来的教导。所以我们跟着圣贤学习，并不是他们牵着我们的鼻子走，他们也不会这么做。他们是启发式的教育，导而复牵呢，引导，循循善诱啊，就像颜回在叙述啊，他跟着夫子学习的状态，夫子循循然善诱人，绝对不会强势，绝对不会控制人。所以我们不是很激动啊，常常梦到师长。我们应该对照对照，自己处事待人接物有没有越像师长的风范。这是实质的。所以依教奉行才是真正的真诚恭敬。我们问过父母没有？我们反思过自己没有？在家庭里面，也很容易理解了解我们的问题的。另外一半他是旁观者，我们有没有提起勇气去问过他？还是得提起勇气因为我们成年人修学要放下这个面子不容易在父母家人面前放下面子在老师的面前要放下面子不然老师觉得缘分还不够不敢指点我们你不能说哎呀我就要人家指点呢怎么不指点我呢都是随顺自己的感受不相信了老师的判断我们其实还是容易相信自己不容易相信善知识所以学习呢首先不能呢先都相信自己的感受要冷静去判断因为一先顺着自己的感受可能就感情用事了师长曾经带不少朋友去亲近李炳南老师只有他留下来其他的人都走了这么好的老师错过了主要可能是因为很容易相信自己的看法那他相信自己的看法可能就会误会老师的看法然后自己的感受太强人的情绪化一上来看事看不清楚了比方举个例子今天请师长吃饭可能几个人一起煮的这个菜也放在桌上了自己的心里就觉得师长要多吃我的菜看到师长夹别人的菜
哎，心里不好受了，哎哎，情感起作用了，哎，看不清楚什么，看不清楚啊，师长在满大家的愿呢，每一样都吃啊。啊，不止看不懂了，生闷气了，啊，我的假的不够多，为什么自己的期待得不到满足了？啊，所以这个我觉得怎样怎样，这个自己的主见太强啊，这个会障碍，啊，自己太情绪化，这也会障碍。哦，比方说承德遇到一位，很自私的人，哎，人呢，不改变自私啊，他会越来越没福报的，啊，每个人都顺着他，最后他福就折完了，所以不顺他，他会不欢喜啊，可是这是真正在护念他。在提醒他，我还问他呢，哎，你是不是从小到大父母得顺着你啊？你丈夫得顺着你啊？他说对啊。他真正呢，要救自己啊，一定要从自私自利去改变，要把自私自利转过来。可是他假如不明白啊，我在提醒他什么，他就很不高兴了。好，哎，想多给我打电话。他要首先知道啊，替别人想，他的问题才能解决。问题的根源呢，绝对不在外面，在我们自己的心呢。哦，那承德是个出家人呢，出家人是一个公器呀，是要为众生服务的。那出家人也要用智慧呀，啊，我们很自私啊，然后又一直要顺自己的意思，还要依赖。那承德继续顺着他人，那慈悲多祸害呀，对他也没帮助，而且他会折很大的福报啊。所以要悲智双运呢，才行了。啊，因为承德的性格就是烂好人呢。啊，我自己也要好好修行，好好突破啊。慈悲多祸害，方便出下流。啊，有很多人明文力量很强啊。那靠近承德的用意啊，不是真正说跟我成为同参道友啊，他是要借我的名啊。那我假如警觉不到，没有这个智慧，害了他，还害了大众。哎，这个都是啊，要在境界当中啊，清楚。要在境界当中啊，锻炼呢。啊，公器啊，可不能私用啊。啊，我自己没智慧了啊，被这个因缘拉着走，帮他站台，哇，给他搞他的名闻利呀。啊，大众都觉得，哦，
他跟我是一起的，结果他做人做事跟经典教的都不一样。所以诸位同道，假如有一个人拿着他跟我照的照片给大家看，你们不要一下子激动，哇，这个跟陈德是一起的。因为有时候我们第一次见面，也不熟悉这个人，也是要满大众的愿。但是大家不要一看到这个照片就很激动了。学传统文化呢是学理智啊，要会判断。师长都说跟着他十几年二十几年才财色名利过不了关。这是指啊可能比陈德还要大的人，他们成长背景的传统文化还比我多，他们都有可能会染上这些财色名利了，更何况是陈德，甚至于是更小的年龄。因为我们这一两代人呢受到外面的诱惑强度是呈现的加倍的，修行是越来越难的，不能掉以轻心呢。所以包含大家跟陈德有一起学习的机会，大家也要理智我也曾经遇过一个朋友他跟我以前都是网友在网上才能见到的，第一次当面见面呢他也挺激动的，他跟我说当时我还没出家他说蔡老师你讲什么我都相信这个话是感情太重了我也得保持清醒了，他这么一讲我很高兴，我就完了我说你可别害我我讲的假如跟经典不一样你得要提醒我我做的跟经典不一样你也要提醒我善相劝德皆见过不归道两亏所以一个家庭一个团体要兴旺有没有征兆呢？有啊，经典里面都在指导我们比方说家和万事兴呢，它和的就是要兴旺的征兆很多地方可以观察出来的包含群书360里面讲到的汤以恶恶而昌，桀纣以巍巍而亡这个昌盛跟兴亡在这一句里面他就点出一个重点一个团体一个国家都有很正直的人可以把问题讲出来，而且领导者还接受，这个就是兴旺的气象出来了桀纣朝代亡掉了，因为底下的臣子都不敢讲了，讲的都被他杀了讲的都被他公开羞辱了，那大家觉得没有用了就不讲了
所以我们都还在修学，哪怕我们讲课很多年了，哪怕我们带领团队很多年，我们还在修学，而且我们冷静观察自己，观察他人。一个人学传统文化，不管多久啊，要能把还没学以前的习气改掉啊，就要下很大的功夫。况且啊，我们上台讲课，我们做传统文化的领导者，这两个境缘呢，是特别容易染污啊。因为一上台讲课，鲜花、掌声、赞叹排山倒海而来啊。所以古人为什么提醒我们战战兢兢啊？《论语》为什么教导我们训语之言，能无悦乎？义之为贵啊！人家肯定的话，称赞的话，我们听了受鼓舞啊。进一步还要冷静啊，我有这么好吗？我讲的我自己做到没有啊？这个得要靠自己反观，这个别人帮不上忙的。所以我们透过自己透过所观察到的讲课的人在这十多年来的情况，感觉啊，现在弘法要是团队啊，因为旁观者清啊，团队互相互念也尽量不要太早接触大众，因为一接触大众，财色名利的挑战相当高讲课大众假如有问题，可以在课程当中回答。我们在应对因缘呢，说面对境界要清楚啊，自己顶不顶得了这些诱惑，这个可不能打肿脸充胖子啊。你说那大众这么需要针对他的问题回答，可以的，都可以有很好的配套措施啊，只怕有心人。但是我们不能说为了大众结果自己染着了，那这个路也走不长了要度众生结果被众生度走了，众生也得不到利益，自己堕落了。所以学传统文化都要用理智都要有配套的做法。这是弘法。护法呢，护法做领导，手中握有权力人呢一有钱呢一有权呢，心态有时候不知不觉在变化了。甚至于你有权呢，接触的人他会谄媚，他会巴结你陈德也有观察，团体里面用的人主要是什么？很会讲好听话的，他自己呢听了很舒服，都不知道他用的人在粉饰太平，真实情况都没跟他讲，
所以历史当中的问题啊，每一个朝代的衰亡的情况都有可能在我们自己的团体里面出现。历史是一面镜子，后人哀之而不见之啊！我们看着历史是觉得，哎呀，怎么这么夸张啊？怎么会搞成这样呢？而没有拉到我们自身跟我们的团体啊，那意识后人复哀后人矣。那可能后面的人也说啊，那我们自己怎么犯这样的错呢？所以我们前面上一节课跟大家探讨到的圣教是内学，就是要反观呢，从历史当中啊要反观，其实并不只是各个朝代的历史，我们今天学传统文化做传统文化，我们能不能从我们这些年来走过的路好好总结总结，没有总结清楚啊，后面还是会造犯的啊，前世不忘啊，才能是后世之师啊，不能好讲也不能好做啊，好像觉得去做了传统文化的事就是利益大众啊，那个次第乱呢，慢慢被我们误导的人呢就越来越多了。所以当领导啊，在传统文化也是很挑战的。万法因缘生呢，缘是条件呢，我们现在具备做弘法的条件吗？做护法的条件吗？学传统文化贵在有自知之明，知人则智，自知则明，这个是老子给我们的教诲了。以前谁出来弘法？开悟的人。那师长老人家那是传统文化最后一代了。我们这后面的几代人都不是从胎教从小学的。光是要调伏啊，还没学以前的习气啊，就很不简单了。可是不能不讲啊，就像师长去见李炳仁老师啊，李老师劝他呢参加内典班学讲经，师长说我不行哦，那要开悟的人才能讲哦，那当然李老也没有勉强哦，不讲好看看总可以吧啊，循循善诱让师长去看啊，当然当初一看，哎，怎么参与的人啊，小学毕业的不少，学历还比他低啊，甚至于还有60多岁的林刊志女士，哎，人家都在学，哎，可是师长他知道古代的规矩啊，开悟才能讲。可是我们是特殊时期，但是有传统文化有经典就有方法啊，所以大家假如遇到两难的情况啊，不要着急，我们不可能不遇到两难的情况，
可是只要心能静得下来，能养成以经典的教诲来思考，方法就出来了。定静安律德，我们不去追求五欲六尘了，我们一心向道知止了，成道才是我们的目标了。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能正思维了。虑而后能得，就会得到解决问题的方法了，就会得到怎么明德清明的方法了。就是我们接下来要探讨这一句话，孟子曰，万物皆备于我矣。你真正静下心来，自己本有的智慧会透出来，事情你会想通啊。何其自性本自具足啊。所以师长劝勉我们这些年轻人呢，你们以后毕业了都住在一起，不要分开，这就是配套啊。弘法要是团队啊 ，teamwork 啊，团队运作，旁观者清啊，就提醒到我们。护法那难度更高了。师长有说，以前谁是护法？弘法的人退下来的做护法。这些都是重点呢，我们不能划过去呢。因为他有经验，他是过来人，他知道怎么护。我们现在做护法的人，假如有明文利养心呢，那会干扰教学啊，不要说护法了。都要装个样子给人家看。今天有人参观了，本来教学的人的这些教学安排通通被打乱了。那怎么护持啊？所以什么是配套？所有传统文化单位的领导要带头学群书治要，带头落实群书治要才行。而且还有一点，护法的人不能一天不听经。师长说啊，这个弘法的团体怎么兴旺的？天天熏习呀！古人留了一句很重要的话：三日不读书啊，面目可憎。他就扶不住他的烦恼习气了。但是这一句话是古人讲的哦，我们要有科学发展观呢，动态观察。那我们现在的人多久不熏呢？可能就是烦恼习气做主了。这个得自己清楚哦。所以师长讲的怎么兴旺，熏习不中断，讲学不能中断。但是呢，大家听到这里不能又着这个相哦。有啊，我们每天最少看光碟一个小时以上啊。传统文化重实质不重形式。熏了之后最重要的，领导者要带头落实啊。领导者假如安排了每个礼拜每一天都熏习哦，
但是他都是看着别人有没有做，他自己没有做也不行。这个做法还造成反效果。这个心用错了，再好的方法都会出现反效果。所以这一个圣教是内学就太重要了，不然我们都拿着法去要求别人，传统文化这么殊胜的语言，结果我们用错心了，变成我们堕落的语言了，我们的控制要求啊越来越增长了。所以人最可悲的事啊，不是被人家骗了，被人家骗消业障也不是坏事，被自己给骗了，误了这一生稀有难逢的因缘。所以我们提到修学，首先要看得到我们的习气，不能习气使然浑然不知，还得从心源隐微处啊，默默去关照，去洗涤。真的看到自己问题了，还要承认哦，不能自欺哦，这又是一关。自欺啊，我们就会去欺人了。所以要放下面子，面子放不下来，我们很难不自欺，很难不欺人了。所以我们得知好歹啊，这面子是障碍我们的，不能还在维护它了，要把面子撕掉。我们自己也感受感受，一般呢，人家要提醒我们，一开始呢，心里会不是很舒服啊，也要突破这个感觉啊，不能被这个感觉带走了。所以陈德刚刚说到的，跟随老师学习啊，这个自我感受很强啊，学不了啊，要理智啊。现在要找到肯讲我们的人也不容易啊，人家也不愿意得罪我们了。当然了，劝别人表情脸色啊也要温和一点。这个是另外的一个重点啊，要调剂人情，发明事理。要先美其长，先肯定一下对方，待其心喜，善言易入，然后我们再提醒他，因为你先肯定他了，他觉得你是为他好，调剂人情，发明事理，这也是知所先后啊，言语啊。也是在落实经教啊，言语也要懂得顺人心呢。好，所以这些关呢，我们都要突破啊，不能习气使然，浑然不知啊，不能呢自欺啊，我们要真干啊，打破自欺一关。只有商量处需卓然见得满身过失，功夫时有着手处所以师长很慈悲啊，他说发现自己的过失叫开悟这个很有道理啊，一日不知非，则一日安于自是，一日无过可改，这一日无不可进了。所以传统文化的修学
就两件事，知过改过。啊，我们能够向内心反观反省，我们才能知过。啊，进一步啊，能改。哦，那刚刚分析到了弘法的人，啊，配套啊，这个团体啊，熏习不能中断，而且自己要带头落实。再来啊，就是我们刚刚也提到了，汤武以恶恶而昌啊。节奏以微微而亡，一定要形成呢底下的人敢跟我们讲真话，敢反映客观的状况，这样我们弘法工作护法工作才能够做得好。当然我们提意见呢要注意态度，提了之后也不能较真，到时候领导看到我们都很有压力，这个也要掌握应对进退的分寸。当然呢，底下的人给我们提意见呢，我们要体会他们的苦心，哪怕我们后面没有完全照他的劝谏去安排，也要告诉他还有其他的角度要考虑，不能他提了意见呢，我们没有照他的意思做，我们连个说明都没有，那他们就会觉得提意见没有用，都要啊，设身处地为对方想，是忠恕之道啊，严于律己，要宽以待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们给团体尽一份忠诚去提醒，我们也希望人家能接受人同此心嘛，那我们也要自己是领导的时候，也要能够体恤别人在给我们提意见的心情。好，那我们看呢下一句，孟子曰：“万物皆备于我矣。”这个是六祖大师说的，何其自性，本自具足啊！哎，我看大家的表情啊，没什么笑容。哎，我们本自具足呢？怎么我们听到这一句话呢，还是苦瓜脸？这学习要随文入观啊。而且学习要先相信经典，其实经典就是教我们相信自己啊。这孟子也是在把他体会到的供养给我们了，真的是万物皆备于我矣。他没有到那个境界，他讲不出这个话来。而且他也提出来，哎，他是怎么样啊达到这个境界的，反身而成呢，所以修学很重要的真诚心呢，诚则明矣啊，人真诚呢，他本有的智慧啊慢慢就透出来了。
很真诚，他就问心无愧，仰不愧于天，俯不作于人。真诚的人呢，都是随顺性德，所以他有法喜啊，乐莫大愿，他都用真心。岂能尽如人意，但求无愧我心。当然了，这个只有真诚去待人的人呢，他就能感受到这个喜悦了，乐莫大焉。所以快乐都不是从外面刺激来的，从内在出来，由内往外自自然然。为善最乐，跟自己的性德相应的。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啊？那个法喜是从内心里涌出来的。时习之，因为有去放下习气了，烦恼就轻了，智慧长，就有法喜了。父母俱存，兄弟无故啊！这是天伦之乐啊！孝顺父母，友爱兄弟，这孝悌是我们本有的性德。哎，去做了很欢喜啊！再来得天下英才而骄之啊！这孟子的三乐啊！因为我们觉得不能对不起祖先呢，要报祖先的恩呢，要报古圣先贤的恩，我们尽力啊，培养好人才，培养好下一代。我们怎么报师长的恩呢？依教奉行，带出人才来。成事在人啊，为政在人啊，有宏富的人才才能兴旺啊。那我们尽力来护持团体啊，我们尽力啊，为人演说，我们把它表演出来。师长最强调的这些教诲理念，我们不要求别人，自己带头做。尤其呢要表什么树道，树志终身可行。子贡很会问问题，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这一句经文呢，也是在教导我们，我们要会问问题，会请教。子贡会请教，就把孔老夫子的宝给我们挖出来了。孔子说：“其恕乎啊，就是这个恕字，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个恕字啊特别重要啊，尤其啊孔子的教诲是忠恕啊贯穿其中的啊，因为我们存有忠恕啊，我们这样的心态听课才不会听偏掉了啊。昨天礼拜六啊，承德见到一位女士啊，她的先生呢有三个兄弟现在三个兄弟轮流照顾她，照顾婆婆。她先生不简单了，尽力照顾她婆婆三个兄弟每个人轮一个月。
都是自己亲自照顾妈妈哦，没有请看护哦。哎，结果他就说啊，说听陈德讲课的时候说，父亲都是一肩扛起啊，他是长子啊。他听完之后就想，我先生是老三呢，这个大哥怎么不一肩扛起啊？我说哇，那你这么听课啊，那个危险啊。啊，忠恕是什么？忠是严以律己啊，恕是宽以待人。不能听了一个故事啊，一个道理去要求别人啊。啊，其实啊，他的大伯、二伯啊，他先生的大哥、二哥啊，已经很难得了，在现在的社会已经很难找了。你看，我们居然不赞叹人家的难得，哦，还要要求他了，这法不能用错了。用错了，越学越执着，越学越分别。而且实实在在讲，人与人是互相影响的，医报随着我们的心转，随着我们的正报转。我们今天假如是一种要求，哎呀，你当大哥怎么不扛起来？那就彼此的相处就恶性循环啊，你要求他，他也要求你，互相交感啊。可是假如我们是赞叹啊，大哥的不容易，二哥的不容易，因为他觉得他的先生经济比较不好啊，啊，而且可能大哥也退休了，在这种境缘他就容易去要求别人。其实真的，当我们去赞叹，我们去以善心对待对方，可能对方就以善心回馈我们。所以你都是要用真心去交感，不能是用要求啊。啊，你去肯定赞叹，可能这个大伯就说了，哎呀，你们比较难了，那我就多承担一点。他的这种良性的循环就转动了。都不能向外求啊，万物皆备于我啊，用这颗心去转动世界，不是用要求啊。结果他先生还坚持要行孝，感召什么？感召他先生的老板啊，允许他工作两个月，休息一个月，也不是休息了，请假一个月，照顾自己的母亲，都有感应哦。所以不要有未来烦恼，心用对了，未来一片光明，不要担心未来，预知将来结果，只问现在功夫。福田呢，心根，所以这个树道重要，孟子点出来啊，我们学古圣先贤的教诲，从哪里下手呢？从树道。抢树而行，用了这个抢字啊，也很有味道。一开始还是要勉强提醒自己，因为我们还是比较习惯先顾及自己的感受，现在慢慢提醒自己要转过来，要去体恤别人，时而勉强，终则泰然。一开始还是会比较不习惯的，修学一定是深处熟，熟处深。我们常常呢都是顾及自己的感受啊，这个很熟悉，
要让它慢慢陌生。啊，这个替人设想的树道呢，比较陌生的，慢慢随时可以提得起来。啊，求人莫近焉呢。啊，所以中恕为道不远，中庸教我们的。啊，施诸己而不怨，亦勿施于人。自己不愿意别人施压于我们，我们就不能给人家压力呀。哦，我们不希望人家控制要求，我们也不要去控制要求别人。所以奉行恕道啊，就离仁爱的大道不远了。好，那道也者，不可虚于离也。这中恕的存心呢，随时我们得提醒自己要保持。好啊，这一个部分呢，跟大家探讨的时间比较多。因为这是一个误区啊，掉进去呢，都向外看别人过失啊，怎么修啊，也进步不了了。所以若真修道人，不见时间过，见能恶，其内行，有则改，勿加警，他也在帮我们。好，我们看第五点呢，主动。历朝历代道德学问成就的人，没有一个是被动的了。所以子曰：“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莫如之何也已矣。”我们翻到讲要647页。李老师说到了，如之何，意思是这事情该怎么办。那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意思就是凡事不说怎么办怎么办的人，就是他凡事不用心思考的人。不用心突破的人，不用心去面对境界，去解决问题的人，那孔子对这种人也不知道怎么办呢？所以孔子才感叹：“吾莫如之何也，已矣。”而是拿他没辙了。我们说自救者天救，自助者天助，自弃者天弃。那是感召啊，可能自救自助的人就会感召很多好的因缘来帮助他，自己放弃自己了，自己很容易退缩了。这个修学的路上啊，行百里路半九十哦。一个退缩的心呢，不能克服啊，可能一退啊，就不知道退到哪里去了。不静呢，就会退了。所以这一句话呢，也是提醒我们，不能做扶不起的阿斗啊，要勇于面对挑战，面对问题，去想解决的方法。所以宁为成功，
想方法，找方法，啊，不为失败找借口。而且主动之外，还有我们第六点，要有决心，要有恒心，要有毅力。这个决心呢，就像大这个汤之盘名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个传统文化每一个字不能划过去哦。苟日新呢，是下定决心了。偶益大师啊，解得好啊。苟是什么？展然备成合决了，就是啊，他不再沾染五欲六尘，一心向道。我这一生一定要成就，这叫苟日新。人皆可以为尧舜，人皆可以做佛，下这个决心了，苟日新。舜何人也？禹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日日新，不能知少为足啊，要不断进步，不能进步一点点，哎呀，我已经挺好的了，变成志得意满了，那就没有办法再进步了，所以傲不可，这个傲不可长，欲不可纵，志不可满，乐不可及。《礼记·曲礼》开篇呢，这些指导都很重要，在其他经论也都是这么教。你看，傲不可长，《论语》也提醒了，如有周公之才之美，始骄且吝，骄傲了，其余不足观也已了。日日新呢，不能知少为主；又日新呢，不能半途而废呀。每个字都很有味道啊，不能半途而废啊，那就是要很有恒心呢。我们接着看下一句这个也是很重要的提醒。我们说学传统文化有多少岔路啊，这个路一岔出去啊，差之毫厘就谬以千里了。其实啊，一个念头错了，就有可能是一个岔路走出去了。所以孔子是在《孝经》里面说的，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之德性不敢行。所以他的思想言行啊，都是以经典为标准的，这样我们才能知道念头有没有偏呢。好，那这一段呢，对治我们很重要的问题了。夏老师说的神聚目断，言低石穿，水到渠成，瓜熟蒂落。大家有没有感受到我们古人呢的学习态度？他什么时候在学啊？
他随时在跟大自然学习，他在观察什么是道啊，道在哪里啊，大自然都把大自然之道演给我们看了。啊，神聚木才能断呢，哎，盐滴可以石穿哦。水到渠成，瓜熟蒂落，强摘的瓜不甜，所以不能着急，不能急于求成。啊，要宽为限，谨用功，功夫到自色通。一着急会上火，会着魔啊。所以古人说为学第一功夫要降得浮躁之气定。所以修学啊，要对治急性子，要对治浮躁。啊，怎么对治呢？一切境界里面提醒自己不要急。啊，缓接连物有声。不从容，立端正；宽转弯，勿触棱；直虚气，如直影。人为什么会把杯子打破啊？慌啊，不专注了。凡道至，重且疏；勿急急，勿模糊。所以调浮躁啊，还得从调讲话开始。当然哦，你提醒自己之外呢，你本来讲话很快哦，突然变得很慢哦，你家里的人可能不大习惯啊，所以这个可以啊，知道了啊，然后循序调整一下。啊，让家里的人也适应适应，啊，这个叫做速道，当然，更随时能关照到自己的心有没有浮躁。好，那我们看惊、躁、狐、疑，这个惊啊，就有一种傲慢在。觉得自己的看法可能比古人还厉害了，比师长还对了，就危险了。躁是急躁啊，狐疑，怀疑起来了，一定要这样吗？怀疑了，他对老师的信心呢，就会影响。怀疑，他可能就会有侥幸的心呢出来了。君子居易以事命，小人行险以侥幸呢。君子都是心很安住在当下，敦伦敬分的。我真的还劝了不少。学传统文化的同仁要回家好好敦伦敬分，真的听我劝的微乎其微 哪怕是真回到家呢，还有点心不甘情不愿呢。所以人真的要归零啊，才能提升啊，不然都沾染在外面的名闻利养五欲六尘了。所以欲速转迟，我们的心态有惊躁狐疑，本来是想我赶快提升，赶快进步了，赶快把事做成了，结果适得其反，因为心用错了，怎么可能会提升呢？怎么可能把事办好呢？好，
我们再看下一句啊，这个是很有决心毅力的啊。中庸说的能医能知几百知，能识能知几千知啊。这曾子就给我们表法啊，生也鲁啊，他是比较鲁钝的，可是他肯用功，他传承了孔子的道统，他也给我们每一个人信心呢。好，哎，我们再从另外一句啊去感受他的心境。啊，他很有毅力啊，很有担当哦。我们看337页讲要。曾子曰：“事不可以不弘毅啊。”任重而道远，他很有担当哦。人以为己任，不亦重乎啊？勇于承担，死而后已，不亦远乎啊？啊，他很有长远心呢，很有恒心呢，终身奉行孔夫子的教诲。那这一句就体会到曾子啊认为啊，做事人呢不可以不弘毅啊，因为事人责任重大，而且所行之道啊遥远啊，如何重大呢？以行人为自己应负的责任。什么时候行啊？每个当下哦。啊，君子无终时之间为人，造次必于事，颠沛必于事。哎，事情很多的时候，很繁琐的时候，他也不能有情绪去伤到别人。人的功夫啊，都是在这些地方看到的。啊，自己颠沛流离了，啊，顾不上自己的生活，真的遇到有人可以帮忙，他还是会替对方想。啊，所以我们自己在跟人讲话都要考虑这些，啊，要替人想，啊，工人之恶勿太言，要使其堪受啊，啊，你提出他的问题啊，那个心是柔软的，啊，不是说我今天抓到机会了，我得好好训他一顿，自己的心都偏了，哪有资格训人家啊？是能够体恤到他的状态，啊，所以他要能考虑到他的接受程度，不然我们本来是要劝他要帮他，最后让他丧失信心了，其实还是自己的心里面有傲慢，有情绪在里面，不然是能够感受到对方的状况的。万物皆备于我矣啊，人真的真诚了，真的慈悲了，这些能力啊慢慢就会恢复了。好，所以如何重大，以行人为自己应负的责任。那有仁爱心了，绝对会尽家庭的责任，会尽团体的责任，也会尽他在这个时代的一份责任。好，哦，当然我们也随喜，啊，我们很多的同道，啊，除了工作、家庭责任之外，啊，也很尽力啊，
在为大众宣扬圣教。但是前提哦，要先尽好家庭跟工作的责任。我们也遇过，学的传统文化，他本职工作没有很用心，常常去做公益，这个也表的法是错误的。这个不能用好恶心呢。我喜欢传统文化就多做一点，我自己本职工作我就不是很愿意做。在其位谋其政，我们领人家的俸禄，我们就要尽到我们的责任，尽忠，不然呢你就不要担任这个职位。如何遥远呢？这种大责任要一直负下去，到死为止，所以不亦远乎啊！古时民众大致分为士农工商四类，农工商是生产者与盈利者，士是读书人，则不生产不盈利，而尽全力学道。当然他学道的目的在哪？在利益他人，在亲人呢。所以道有体用，他求道，他去行道的作用就是行人。士呢有通达的时候，也有困穷的时候。他通达的时候，急需以人来治国平天下，他有机会为大众服务了，他很珍惜。困顿的时候没有机会为大众服务了，也要尽力宣扬人道，一日不食，一日不休息。这把读书人的心境告诉我们，孔子就是很好的榜样。他被鲁国重用了，短短的时间鲁国大治了。所以通达的时候以人来治国平天下。但那个时代也很难，有共业在。后来孔子就周游列国了，没有人用他，但是他还是尽力宣扬人道，连在陈蔡绝粮这一份坚毅的心、弘毅的心都没有改变。所以一日不食，一日不休，所以必须弘毅。弘是广大，见识学问一定都要广大。我们真的要利益人呢，我们要有智慧，我们要有德行，我们要有能力，这叫三足鼎立。缺一不可。我们都要用心提升这三方面。不然我们说要去利益他人，那只是一个理想。都要有配套措施。所以利人的心强的人，不会让一秒钟空过，不会让一句话空说，他会尽力的去提升他自己。义的意思具包住是强而能决断。人呢，该果决的时候要果决，不然会犹豫不决，会耽误自己，也会耽误大众的事。
当断不断，反受其乱，这个都要靠决断力哦，不能滥慈悲哦。为人人，唯能好人，能恶人啊。他那种决断力是独排众议啊，所有的人意见错误了，他能判断清楚，然后勇于去承担，去扭转，不会畏惧，不会退缩，自反而速，这是孟子的话，虽千万人无往矣啊。我这个是公心为众生的，我无所畏惧，我不退缩，所以为人人能好人能恶人哦，所以不是一味的柔软哦，要刚柔并济哦，恩威并施哦。我们学传统话不能学在相上，学成都是客客气气的。在大是大非面前可不能含糊哦。我们看孔子当大司寇啊，这是最高司法长官呢，他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杀了邵正卯。这个需不需要决断力啊？我们从中学到什么？能悟人哦，真正仁慈的人知道哪些人要重用，哪些人要赶快处理，不然他会危害国家，危害团体。邵正卯啊，假如换作现在这个时代，就是邪教的头啊。你等到他成很有影响了，你再处理就很难了。他一开始还没有那个影响力，你就处理他了，国家就逃过一劫了。在孔子家语里面有讲到这个典故啊。孔子分析啊，一个有 五个特点，只要有一个啊，这个人就会危害国家，就要处理了。邵正卯是五个这些恶的习气都有，他辩才太好了啊，错的都能讲成对的，死的都能讲成活的，一般人分辨不出来，全部被他误导了。好，我们看舜王放世兄啊，这些人都是才华极高的人，但是真的会兴风作浪，把他流放了，也是慈悲啊，让他不要造业啊。他真的肯改过了，那相信圣人还是会重用他，因为他能力很高啊。可是他不改过那不行的，才圣德了谓之小人了。所以司马光先生这个《资治通鉴》一开篇就强调这个重要啊。强的意思如易经所说的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
所以心量要广大啊，要把天下苍生放在心上，然后不断鞭策自己提升道德学问见识，然后这个精进勇猛，不懈怠，自强不息。好，那我们观察曾子一生力行孝道啊，他没有一时一刻忘了行孝，忘了行道啊，到他临终的时候啊，才说啊，免夫啊。因为他在临终的时候还把学生找来，哎，看看我的手，看看我的脚，啊，战战兢兢，独领深渊，如履薄冰，因为他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啊，而今而后无知免夫啊，啊，我免于啊，犯错了，好，所以古人都是。不敢须臾离道啊，到临终了，这叫盖棺论定啊，不然他不敢掉以轻心呢。啊，所以这是力行孝道啊。另外一个又如义则，啊，这个则啊，啊是这个。床垫呢，这草席呀，好啊，虽在生死关头啊，犹不丝毫失礼啊，因为他临终的时候啊，啊，他的仆人呢，突然看到，哎，这个席子啊，不符合礼呀，啊，因为好像是，啊。季孙大夫啊，送给他的，这不符合理啊。哇，曾子一听，对啊，要赶快要换啊，这个席子，他都已经快要走的人了，哎，只要不符合理了，他就要赶快改正。他的孩子就阻止他，啊，你都这样了，不要换了。哎，曾子给他的孩子说，哎，反而是这个仆人呢比较爱护我，君子爱人以德啊，成就对方的德啊，小人爱人以姑息啊，啊，你们不能姑息我的错误啊，啊，这句也很重要。啊，那姑息错误了，那就一起堕落了。啊，虽在生死关头啊，又不丝毫失礼。这曾子自己就是这么任重道远，都要。任重啊，随时要表好法啊，道远啊，尽此一生呢，不懈怠啊。可见呢、啊，大贤人的言论必出于真实的功夫啊，他不是理想，他不是自己理论而已了，他是真正做到。先行其言呢、啊，而后从之的心境，好啊，所以啊，今天呢，跟大家啊一起探讨啊修学的观念和态度啊，要有决心、恒心、毅力。好，那今天。就跟大家交流到这里啊，谢谢大家。感恩啊，陈德老师慈悲授课，谢谢大家。
即以今日共学，祝愿陈德老师、诸位学长及家人身体健康，事业顺利，所行圆满，一切吉祥。祝愿全球一条龙教育事业，英国汉学院教育事业，弘一私塾教育事业，加拿大弟子规学会教育事业顺利推广，蓬勃发展。愿中华文明之光普照中西方，世界和平。请大众起立。让我们以至诚恭敬虔诚的心，向至圣先师孔老夫子行三鞠躬礼。一鞠躬，起；再鞠躬，起；三鞠躬，起。向敬爱的李炳南老师行鞠躬礼，一鞠躬，起；再鞠躬，起；三鞠躬，起。恭请陈老师再次入座。让我们向陈德老师行鞠躬礼啊，一鞠躬，起。谢谢大家。好，请大众就坐。再次感恩陈德老师慈悲授课啊，今天又是非常受益，谢谢。那我们先恭送陈德老师休息，谢谢。你送啊，谢谢大家。